好，各位学员大家好，来看一下这回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嗯、等官宣，官宣回来了。好，来大家看看现在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声音画面有没有什么问题，都进来了啊，耽误大家时间了，真的很不好意思啊，可能是今天上课的太多了。网络一直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突然间就断了。我本来试图用笔记本电脑连着继续给大家上课的啊，后来没成想笔记本电脑干脆连钉钉都上不去啊，紧急给咱们机构的顾问那个售后老师打了一下电话啊，看来这个软件还是欺软怕硬，给机构打完电话没有30秒的时间他就好了，你说说这事儿啊。行了，大家都进来了啊，是吧，来告诉我刚才是讲到哪里断的，我给大家接着那重新讲断的那一节儿，咱们给大家补上啊。来大家看一下刚才是断到哪儿了，我们给大家补上啊，从哪儿断的我们就接着给大家继续补，把那一节儿再给大家补上啊。大几年，多点信息。刚才讲到了扣大几个月。哦，我明白了，讲到结算技巧那个地方断掉了是吗？好的啊，那我们把这个结算技巧这个地方给大家重新的进行整体的讲解啊，就是这个结算技巧这里啊。好，我们跟大家曾经说过了，咱们的工程量算理论上肯定是抠的越严你越有理啊，没有一个东西说是这个地方咱们把交接处的那一点点，哪怕是 0.0 几个平方的工程量扣掉，只要清单和定额是这么定的，那不用说了，肯定是你有理。你说的很多东西它都是有理的，但是它关键它利于事情的解决吗？它并不利于。你像我们的结算呢，有的时候你连着几回几年几个月你都谈不下来，为什么谈不下来呢？就是因为你抠的它太细了啊，那你能抠这么细吗？施工单位它是不干的。所以我们在造价这个行业里面，尤其是在办理结算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说的？我们说要存大同求小异。什么叫做存大同求小异呢？因为我们把大的工程量啊，你像那个计量规则交代的明明白白的，而且这个非常大的工程量里头，即使是一些小的细节，它对我们的造价没有什么影响。那么我们一些大量规则里交代的明明白白的，清单和定额都没有什么空子可钻的，在这种情况下咱们不用说了，是对就是对，是错就是错，这个大同啊必须是存的极其清晰。什么叫小异呢？盘存小异什么意思？小异一个字儿落脚点在小，一个字儿落脚点在异。什么玩意儿叫小？它对我们的工程量没有非常明显的影响，或者说可能工程量比较大，错了100个平方，但它一个平方造价2毛，100个平方加在一起统共就2块，你说你为了这2块卡儿在那脸红脖子粗的争一天，划得来吗？那必须划不来。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小意的小啊，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仅是说工程量可能很小，隔不住咱伸回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工程量可能大，但它单价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总价影响不大呀。那你总价影响不大的情况下，是吧？你认为应当这么算，我认为应当这么算，可是它统共影响不了几毛钱几百块钱，那咱们上千万上亿的项目，这点钱算个嘛呀？这就叫做存小异。
我也不说我一定对，你也不说你一定对，我们来看大账。假如说一个 1.8 个亿的项目，最终咱们那大账算完75个亿 ,1.75 个亿，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有必要去跟他争呢？200、300、400、500，无论是他往上争，还是你往下争，都是没有必要的。这就是小亿的这个小亿点，大家概念要极其的清晰。所以咱们就明白了，像混凝土这种大量，钢筋的这种大量，模板的这种大量，在现如今造价圈子里面，谁要是手算，我们就搅磨的这人很正直，但是不出活划不来啊。但是你说考试那是手算，将将考完的2020年那设备基础简不简单？很简单，了不起就中间扣个洞，那洞一般是方的，去年来了个三角的，行不行？那三角形的体积怎么算呢？啊，三棱柱的体积怎么算呢？三角形的截面积乘以它另外一个方向的长，是不是整个体积就出来了？对，我以前这没教过吗？梯形啊，棱台怎么算？梯形截面积乘以长，不也是一个方法吗？还有一个方法，正棱台三分之一，非正棱台六分之一，对吧？哎，所以说像这种样子的工程量，我们就要会区分实际工作，软件搞定啊，咱们正常应当是什么？正常啊，就直接用我们的工程量软件来进行操作啊。考试你就手算，所以这些东西交代明白了。但是有些东西软件能不能算？能，但是它粗。为什么我们说软件算了它粗呢？首先来看防水工程。防水工程我们都知道，平屋顶按照平面积，斜屋顶按照斜面积，这是清单。但是有一些防水工程，我们举例子啊，咱们这大屋顶上伸出来几个气孔，伸出来几个突出小屋面的设备基础。来，咱们举个例子，正常的屋面长这样啊，你该算反边算反边，这个无论是手算还是软件都能完成。但是这个地方伸出来一个小基座，设备基础，设备基础高300，宽300，一个正正方方的立方体。那么在这种正正方方立方体的前提条件下，软件能处理吗？绝对不行。如果你的计量规则有所修改，甚至于有可能它在你的大面积上，它还给你把300乘300的面积扣掉了，但是你搅磨着软件有没有办法给你把四周的那些防水卷材算上？绝对不可能。所以像这种细节你指望软件算啊，多算多少少算多少它都处理不了。接下来反梁，咱们在作为正常的房顶而言，一栋楼俩单元之间有一垂直伸缩缝，层层有水平分割缝，然后为了其分割缝能够保留一个完整断开的状态，那么我们到了屋顶上那一圈就得有反梁。但凡有反梁的地方，除非你的结构图在这个地方就有的处理，你可以用反边的形式进行处理，否则那不用说了，必须处理不了。怎么办？这你不依托手算呢？那孙老师呀，这玩意儿为什么手算了？贵呀，防水卷材综合单价一个平方稍微差不多一点的，那不得100来块钱啊，你做个两道甚至于含其基层，综合单价不得给我上限300啊。哎，随便一溜子乘以它那高度，里外里180平方是没了啊，180平方是有了，俩一乘上万块钱是没跑了。那你说这钱你要都不要，那咱得多有钱呢，是不是？所以防水工程这个东西可以利用它算，但是不可全用它算。保温与防水工程是同样的，它也是属于功能性的。
但是这个保温呢，还有个什么问题？细节太重要了，防水必须闭合，才能施得了功，保温必须闭合，才能验得了收。只要他们之间有不闭合的，那不用说了，哪儿有缝哪儿漏水，哪儿有缝哪儿透风，故而保温工程与防水工程还有何价值而存在？没有了吧？对，所以这个保温工程与防水工程一样，细节很重要。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讲课就会针对这些细节，天天造价扯皮的那些点，给大家交代明白。再接下来，这是一伙的，三个里子工程，一个面子工程，什么意思？地、墙、顶，说的是打底子，地面抹灰了，墙面抹灰了，顶面抹灰了。那么在抹灰的基础上，如果咱们刷了油漆、涂料、裱糊，那么就套用面子工程油漆、涂料、裱糊。你老师啥意思？打比方，咱们这墙面先做一比多少啊？经常一比二点几的这个砂浆，对吧？相当于它的标号稍微高一点啊，二点几的这个砂浆打底抹面。底层12个厚，面层8个厚，甭管你是底的12还是面层的8，俩加一起那都得是墙面打底子抹灰。然后墙面打底子抹灰完成之后，咱们在面上刷上乳胶漆。那么这乳胶漆，你说老师这属于装饰抹灰？不，它不属于装饰抹灰，干粘石、水刷石、展甲石这一类，在我们的砂浆里头加入一部分装饰性构件的，这是我们的装饰抹灰。但那乳胶漆不是，乳胶漆油漆类的，包括我们还有一定的涂料 GS 涂料啊，具有一定防水效果的装饰涂料，还有一些什么涂料啊，丙烯酸，对吧？这都是具有一定装饰性非常强的涂料，那它就不属于我们的底子工程了。这个你得给它分得很清楚。裱糊，裱糊两个代表，一贴墙纸，二贴墙布，这都属于裱糊类的，对吧？哎，非常棒啊！那么大家在进行学习的过程当中，首先你得会分类。你说我累到这分完了，然后我就搅和着这软件算的不行。对了，咱就拿广联达这个软件来进行比例子，如果是普通的房间，房屋交工，虽然现在国家有标准，说是不到精装不得交工，但它的精装质量、它的精装材料上了现场去，咱房子买了还得砸，花的钱是两倍，划不来。所以正常情况，毛坯房是比较划得来的。所以现在啊，不是说一些特殊的工程，国家验收标准没那么严格的，住宅楼还是以毛坯的交付方式为主流。当然现在也有一部分不允许带毛坯了，怎么地啊？精装恒大的房子大家都见过吧，咱不评价恒大所有都不行，就在我本地的共有俩楼盘，我干这个我对这东西就比较敏感，我就进去看啊。首先好家伙呀，那市政道路啊，那银杏树，大家知道怎么评价那银杏树档次高低吗？银杏树直愣愣的还不是最重要的，银杏树分公母，理论上公的银杏树树形好，母的银杏树棚径大啊。那直愣愣的一棵银杏树最好是公的，然后叉啊，银杏树那叉啊正正好好45度叉叉叉，宝塔型的漂亮，那是最好的银杏树。大家同样干进16的时候，那公的宝塔型的叉叉45度的，它比这普通的银杏树价格被贵到一倍到两倍都不止。好的啊，这是银杏树好的标准，对吧？分公母啊，银杏树分公母啊，母的银杏树掉果子，哎呀妈，臭不拉几的，就是你们吃那银杏果，那是母的结的啊，公的不结那玩意儿啊。你看我们学校后头那条街叫银杏大道，那银杏大道里面就三棵公的，其余全是母的啊。好，我们继续，还有那香樟。那香樟怎么算漂亮啊？香樟一旦移栽就得剪得跟那鸡腿一样的。啥叫鸡腿啊？一根棒上面粗一点，这就叫鸡腿啊。那剪完了之后那叫一丑啊。人家恒大那市政道路上那香樟
啊，三级分支起，五级分支为常态。彭进极其大，干劲为20的时候，彭进都能够达到5点多，漂亮。香樟基本原生不结棺，哪怕是移栽，全冠移栽，这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人有钱，人出了。所以但凡是恒大的楼盘，我们说正经的啊，你往那看，市政道路漂亮，然后你接着再进它楼盘里看，咱没有那水平仪，咱怎么干？咱随便拉根线，墙不直，咱就正常脚踩，地不平啊，还干什么？然后你再瞅一眼那天棚，哟呵，这模板都没下来，为什么模板没下来啊？涂膜剂没刷好。这个九甲板本来是好几层啊，最上面那层粘在上面糊着下不来，就跟你那锅刷不干净一样。房子质量咋地？很不咋地的啊。我们只是说个别楼盘，我不是抨击它啊。然后再接下来啊，它不是还是精装交房标准吗？你看它那电线啊，这些年还好了，早些年用的 BV 的硬线都不是软线啊，那开关插座。虽然我们有说也是品牌，品牌里面也分高低档次啊，对吧？哎，用的是非常次的空气开关那些东西，那业主来了能不换呢？今儿短路，明天啪灯泡爆了，是吧？哎，然后你再看看那地板砖，是吧？看上去面上没什么太大问题，那地板砖你泡泡水，你试试看，地板砖的猫腻是最多的。地板砖不可能有不合格的，但是它的合格品、一等品、优等品之间的差距非常大。30块钱的你也能买到800×800的，200的你也能买到800×800的。理论上那30块钱的不泡水则已，一泡水它不炸，它就见了鬼了，啊，不行吧？是吧？好，还有那些暗的，咱都看不明白的，咱就不评价了，咱就评价那个顶上那乳胶漆，戴着眼镜往那一看，坠躺，好吗？不好。所以说到底，现在国家的标准说的是让你精装交房，你上去还得砸。铲十几块钱一个平方，是吧？铲砖更贵，垃圾清运里外里，我大几万的那个装修之前，我得拆除费用得花吧，所以理论上没必要。所以正常现在的住宅楼的交房标准，理论上还是以毛坯为主流。那么毛坯这里面不是说完全毛，我地面可以不做装饰，没问题。但是我公共部分的地面呢？电梯间、楼梯间，你说你贴不贴砖？你说你处理不处理？那得处理，那不是用户自理的啊，不然它起沙啊。那你说你墙面粉不粉？那你得粉，你为什么得粉呢？你得遮丑，你那个墙砌完之后巴巴咧咧的，所以说你得把墙面它得遮着丑。哎，理论上那个墙柱面啊，柱面都可以不磨，只要你出膜出的差不多，但你那墙面你必须得磨，你要不磨你那个缝盖不住。接着天棚，天棚怎么的？天棚看你那脱膜，如果我脱膜脱的差不多啊，就是一些模板与模板之间那种小缝子没事儿，天棚是可以不抹灰的，交房标准就可以先不抹。但是如果你说我这天棚脱膜脱的不是不好，我天棚就在抹。理论上现在天棚啊，就我现在打交道的这些开发商，他们都是不抹的。但是有一些是抹，为什么他要抹呀？公建部分，例如地下室部分你得处理。商业部分交房之前你得跟那些业主商量好，就是买你商业的那些业主，不是买你住宅的那些业主。因为住宅的那些业主他装修标准高，他都瞧不起你抹的。但是商业那些不一样，商业有可能他就是简单掉个底儿，所以他希望你给他抹了。哎，所以一旦涉及到商业的这些，你得怎么地？你得去跟人家业主或者是你业主之间进行商量啊，那么这就是装修。故而我们现在能够接触到的房建项目的装修很简单的，软件随便一操作就 OK 了啊，它不需要我们特别大量的心思来进行动。只不过你稍微注意一点，例如你在算哪个地方的时候啊，它这洞口加没加呀，交接处它那洞口扣没扣啊，如果它没扣，我那前面那计量规则都是可以调的啊，我想让它调整扣就调整扣，我想让它调整不扣就调整不扣。你看我讲实操，我没有说就教你们一个方法吧，我上去就带你们几个方法试，没有说是哪一个方法它一定好，每个方法都有利弊，只不过这些利弊衡量完成之后，哎，在里面拔高子，我找一个最好的，它毕竟不是常规性的东西嘛，是吧？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普装，软件足以撤离。接着精装，哟，这鼠标咋回事啊？今天和精装啊，精装啥意思？大家有没有见过大理石上切花的啊？水工刀切砖的，大家知道那是啥价吗？很多年前，近十年了吧，啊，就是我们校企合作的那家学校，现在就在我们建工系楼下，和他们的那个叫什么楼啊？和他们那个叫他们办公的那栋楼啊，他们是一号楼，我们建工系叫科技楼是二号楼，两个楼中间有个大厂子，那大厂子当年呢，算是开创了石材的先河，得有个十年了。我记得那还是我们跟他们校企合作之前先为他们做的服务啊。那大厂子中间先是用不同颜色的大理石进行分割，那这还是小事，主要是啥，它中间有一派，有两块啊，就一派，这个叫一派啊，有两块什么东西，虾黄做的我们的一个拼花。当时这面积的具体尺寸我有点记不得了，但我大概记得应该是在5米乘5米左右啊。那这5米乘5米左右它里面切上花，啊，切上花，那个实际肯定比我这好看，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个花 1.5 万一个，含工含损含装贴，1.5 万一个。那货要是买材料了不起2000块钱就够了，但是当年它就非常非常的贵，就那两匹。然后我们合作的那个学校当年还有一个先河，什么先河呢？万木林的后头有条小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拼花大理石地面？拼花大理石地面那啥意思呀？你说把大理石切成花，不是，它还没有那么好。它是怎么干？它是把那大理石切的形状啊，那都是不规则的，对吧？哎，然后让这个大理石，等于说我这一个平方的大理石可能就搞成这个样子了，碎拼，对吧？对，现在叫碎拼了啊，当年那名请的花里胡哨，对，碎拼。现在这碎拼大家可以淘宝一下，有成品，也就是你告诉他你有多少个平方啊，他会给你发来平方数相对应的，每一个砖的后头有编号，瓦工一看就知道怎么施工。当年那得有十年了啊，当年我是在现场看着工人施工的。他怎么施的呢？他把那个石材或者是废掉的一些其余拉过来的一些废旧的石材，材料不是很值钱，翻过来人工进行画样，画完之后人工进行裁拼，拼完之后再逐一进行对拼。当年我记得很清楚，他一个平方的人工费要了300多，我们还在公司测算呢，300多没有一个定额，单拼的人工能给到这个价格的，当年没有人敢给，我们就咨询定额站啊，定额站往省站打报告，因为我们的定额呢都是以省为单位进行发布的，除了几个直辖市是自己，其余都是省级为单位发布的，那市到家站也不敢定啊，是吧？哎，他就往省站打报告，那省站打报告最后我们就跟他说，说你300多是怎么测算出来的，我们就给他花啊。一个工配上一个小工，一天可以做7块，这7块拼完还不能拼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平方，它是什么？它是在这个地方用一块，在另外一个地方跟它形状类似的再用一块，然后有的砖大裁的就大，有的砖小裁的就小，所以它先裁大的，小的再缝，再对缝，那个情况下我们就测算，哎，那么这些工加上我们的这些时间上面的消耗，加上他加班加点的这些时间，我们就把这个300多给他测算出来了。
最后是325还是352，我有个底子啊，但是我现在冷不丁的有点确定不了是325还是352了，就一个平方单给工，现在就很便宜了。所以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会发现装修的材料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但是一些工艺绝对是越来越便宜，这不用说的啊。以前那个水工刀拼花，最早的水工刀拼花和它的食材相比一个价，你食材好的才隔得住的水工刀拼花，你像那芝麻白芝麻黑，谁花代价去做水工刀拼花啊？那得花多少钱呢，对吧？那个工费就比你材料翻好几倍，那划不来呀，对吧？所以能做水工刀拼花的都是非常优质的硬质花岗岩，漂亮啊，那是真漂亮啊，那到时候贴完了以后放在家里酒店大堂倍上档次啊。好，这些东西都不是软件能处理的。有同学提出来了，说孙老师，广联达软件里面有个精装软件啊，他说有个精装软件，那个软件一开始刚推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广联达大客户那时候还没推出来的，那个软件当时就拿来给我们试，我感兴趣我就试了一下，试完了以后我的结论是什么呢，它能够做到的理论上我们普通的广联达计量软件也能实现，当时没有二合一版本，钢筋是钢筋，计量是计量啊。我说我们普通的计量软件也能实现，怎么实现呢，我所有用它 CAD 放样的大量转到软件里面，以极细的线条进行勾勒框架，以板或者地面其余形式来进行填充，我照样可以实现，这是它的精装软件。但是它的精装软件依旧没有把节点之间的构建关系处理得非常好，这是当年，后来这么多年我也没再用过这个软件了，不知道它现在好不好啊，但是呢据说普及量非常低，故而我认为它应该是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或者说它的技术上还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的，故而现在它没有它的算料软件那么普及啊。在早些年我最早试这个精装软件的时候呢，它反正噱头是不错的，它可以用 CAD 可以直接识别出来异形构件，但是我大不了就是把 CAD 导在我的算料软件里面，再用极细的线条进行勾勒，照样能够实现，就像我平时教我的学生一样，我是活人我还能被尿憋死了，我玩了命的弄它，你看我能不能弄出来一个特别合理的结果，对吧？所以它对这些噱头还是非常不错，但是节点交接我一直认为它算的不对。所以这么多年我和我周围的这些了解到的事务所啊，我们的精装还是手算，手算精装修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慢。我记得我当时6年前我们这边人民医院的一个儿童医院进行翻新啊，一共14楼，我算的是7层以下，我们另外一个同事算7层以上啊，7层以下那个也就是7、8个晚上啊，就是正常白天上班算上晚上熬夜熬到1、2点钟，也就是7、8个晚上就把它全部都算完了啊，也不是什么特别复杂，医院的装修还相对而言比较复杂一些，对吧？但也就是7、8个晚上就算完了。所以相应而言精装修这么多年还是手工算量比较上王道啊，要有机会我还是想开一期精装的手算啊。好，那么这是一个不建议用软件来处理，复杂的它根本就处理不了，节点关系它很一般的啊。我们圆圆说现在好多了，回头等孙老师有时间我去测算一下啊。前两天品名公司还在跟我说这个事儿，他们已经把这个技术内测做得差不多了，过一段时间差不多就应该可以把他们的计量版本拿出来让我先试一下，内测版本一旦试出来以后，我发现品名软件与广联达没有什么核心问题了的话，那接下来我们优森就要考虑这个事情了啊，就要考虑这个事情了。现在就是因为它版本之间差距比较大，我们不是敢轻易给大家，我们怕上了以后让大家学起来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软件之间的陌生感太明显了，但是呢他既然敢跟我这么保证，他的内测版拿出来我一测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后期这些东西我都会给大家先测明白，然后如果有可能我们优森多少年我这实操开多少年我们慢慢玩啊，我们把这个里面的套路给它玩明白了，咱们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咱再把这个基础实操干成高端实操再慢慢玩，有的是办法啊，有的是办法。好，那么
我们把这个东西就给大家介绍清楚，不能尽信软件，但也不能不靠它。哎，到时候等我讲到装饰装修的时候，我就会告诉大家，哎，哪个地方软件处理不了，咱手工怎么给它弄一下，就像人防一样啊。好，装饰装修就这么地了。接着门窗和措施，为什么门窗和措施这个地方你孙老师也要拿在计量部分认真讲一下呢？首先我们先说门窗，门窗这小子呀，他变态。他为什么变态呢？你说孙老师窗户和门我不会算呢，他要标着1220，那就是1米2×2米，小面积一球他就出来了。但你别忘了，门窗是装在哪儿？墙上。你单算门窗的面积，是确实隔不住非要用软件啊。咱对着那门窗表，连数量都统计好的门窗表上去，数量乘以单个面积，卡卡不超一个小时，算得明明白白的。一个小时我都高估他了啊，我还可以顺便把这构造部包括边上的那些小过梁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但是你别忘了，它是依托于墙上的构件，我可以自己把这个工程量算得很明白，没问题。但关键是它跟墙的扣件关系怎么办呢？啊，那它跟墙的扣件关系能处理得很好吗？不行。所以这东西就是啥，自己不咋地，但是它影响墙的工程量。所以这东西啊，理论上手算算自个儿的面积没问题，但是扣件关系这一块它还得跟人抢走。所以这一块咱明白手算怎么算，咱再明白软件算怎么扣件，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点。而且呀，咱们坐上造价之后，尤其是一些从来没有从事过造价工作的小伙伴，他要去从事这个造价工作，一开始你以为上到事务所之后啊，你就可以拿个大楼，或者说拿个大桥，或者说拿条大路就让你算。哎呦，你不要做梦了，你刚到事务所的时候，你知道你接的都是什么项目吗？啊，哪一个地方维修改造28000的跑一趟吧，对吧？哪一个地方房屋防水漏了，市政工程进行改造了啊啊，2万3万的你跑一趟吧。哪一个那个就是网点装修了，什么银行啊工商局啊，是吧，发生个8万10万的你跑一趟吧。我干了多少年这样子的项目呀，是不是？哎，但这样子的项目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大家很清晰的能够把这些东西算出来啊。你作为起点式造价师，理论上不会让你跑腿啊，这是肯定的，这点谱咱们还是要摆的。但是很难让你一开始算非常大的项目。那这种小项目咱们在算的过程当中咱应该怎么办？咱得让别人意识意识到，咱不是只会算大的。我跟你们说，大楼大路大桥是最简单的，反而那些小房子它是比较难的。我们这个城市公安局最早所有网点装修，哪怕换个招牌，招牌上面扣个泡沫字，最早都是我在审。那这些年是不做了，是吧？那早些年全是啊啊，那有什么好处？太有好处了，你跟那工商部门搞好关系，是不是？哎，你们公司评个什么5A 呀，什么？哎呀，这个不能讲得太明白啊，这个你懂的啊，对吧？但是你得干什么？你得让别人技术上认可你啊，人家才评你啊，是吧？如果人家技术上不认可你，人家看你就不顺眼了，还能跟你们单位评5A 呀？还重合同守信用啊，是吧？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啊，它很磨人的，哎，但是相应而言呢，它能算得很好。我们最早还测算什么？一个板子抠一个 PVC 字儿，抠完这个 PVC 字儿，材料的损耗量有多大？你这玩意儿怎么算呀？哎，咱们今天情绪到这儿了，咱给他玩一下啊！打个比方，我要把这个 PVC 字儿给它抠出来。哎，在座的诸位造价工程师们啊，施工单位报出来的损耗非常高，你能认他的吗？不能认他的，因为他不仅仅你有下面的 PVC， 还有什么上面的亚克力板，如果亚克力板上面还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加工材料，或者只有什么工商蓝呢，或者哪一个颜色是他指定的别人都没有的特殊定制的，那板的价格不便宜的。
所以损耗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让你测啊，大家认为这个损耗量应当怎么测，来畅所欲言，怎么想的怎么答啊。问广告公司，广告公司说没做过，或者他就是广告公司。你在询价的过程当中，你只要广告公司一打电话，他就是问你你做什么，你一旦说工商局的招牌，我告诉你整个是通的。什么叫通的？那前还叫工商局，现在不叫了啊，它整个是通的。你只要告诉他你做哪儿的工地，所有的广告商都知道这工地是谁做的。询价不现实，已经不会有人告诉你了啊，因为他这是属于半垄断性质的做，只有他家能做。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用软件算，软件可以算出面积来。我们说的损耗是什么呀？财损。除了面积损，可能像亚克力板这种东西就是纯面积了， PVC 泡沫板有的时候还得考虑什么，还得考虑重量。如果是纯面积，你用软件抠一下绝对不难的，换个城市人工费就不一样了。这玩意儿是地价，我们高庆同学 CAD 填充抠出来，对吧？哎，淘宝我跟你说，你换个城市询价都不一样了。然后我告诉你们怎么办啊，很简单，上他那加工工地去，他的这种字儿，他绝对是用最大外接矩形搞的，他最大外接矩形抠完了之后留下来这一部分他拿走了，对吧？好，剩下那一部分拿个塑料袋一装，我一称看看有多重，然后我再把它拿走的那一部分一装看看有多重。我不能就测一个，因为手工是有一定的偏差的，我测它十个八个的，测完之后你猜我能不能把这个消耗量算个八九不离十啊？必须能啊！而且我算完了之后，我每测一个小照片拍得清清楚楚，平均下来那计算式整得明明白白的，你猜施工单位认不认？简直不要再问哦啊！你像那种涉及到一定厚度要考虑质量的就称，简单的亚克力板就是个面积 CAD 一抠就行了，是吧高清？哎，俩方法，哎，大家以后可以举一反三。接下来窗户，门窗工程的窗户，我们湖北省现在是没这事儿了啊。那是我讲过九个省的二造，有的省份的定额，咱不能说它退后，咱也不能说它落后，咱只能说它这么多年它没有更新。那它没有更新，它在窗户那个地方，我湖北省更新定额卡卡的，那小速度啊！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哟，2013版定额我还没学呢，2018版就出来了，感情前面那版不用学了呗。我湖北省是真的很硬核啊，但是有些省份它的定额多少年都没变过了，所以它那窗户也没有变。我们以前那窗户是怎么算的？它是按照非成品来算的啊，非成品。非成品，大家来琢磨那窗户怎么来的。首先你得有框吧，其次你还得有玻璃吧，再次你还有一些什么毛条啊、密封条啊、密封袋呀、啊、那些东西的，对不对？哎，那些东西说难听点不值钱啊，窗户看你用的时候随便一量，那尺寸大差不差，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接着玻璃不就面积吗？你还能给我搬个花出来呀、啊、所以玻璃也不是什么争议项。哎，当年我们就扯过一个题，框，有什么框吗？大家想必都知道，甭管是非标的还是标的，它那个框啊，理论上五厘的、六厘的、八厘的、九厘的、幺厘的，这是它比较常见的几个窗框的什么宽度。但是难道都是九厘的窗框，它的每米重量是一样的吗？啊？来琢磨这个事儿，可能我们的定额里面就是九零的框子，然后给你一个消耗量。那以前大差不差或者懒得动脑子的人，
他就用了定额的消耗量了，对吧？没人跟你扯，那这事儿就算了。那偏偏也是近十年前，我遇到了一个人，水平很高，人根本不会用软件啊，根本不会用广联达、科瑞套价软件，人根本不会用，但他水平很高。我就是靠跟施工单位这些施工单位对账，慢慢摸索出来的这些经验啊。他就跟我提出，定额里的消耗量包不住他的用量。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用惯了定额的消耗量，按理定额的消耗量那是属于一个平均水平，定额套算出来了他就应该用。但是呢，你看定额前面的编制说明他开了口子的，他怎么开了口子呀？他会告诉你啊，这些消耗量我们应当按照，如果实际与它不相符是吧，哎，我们可以调整。并且最早的定额它在进行消耗量的时候，它是有一本图册的，它是根据那个图册的排布包括厚度各方面综合考虑了一个消耗量出来。那包不住能不能调？能调，但是怎么调就是最大的问题了。当时我们也是采用，因为已经是结算了，过程我们没有参与跟踪啊，我们也是当时采用什么结算，去了现场卸了一个窗户下来。怎么卸？没有卸他主大楼的，卸的厕所旁边走到井把头，医院嘛是吧，厕所旁边走到井把头的那个窗户给他卸下来啊，就把旁边锚固的那些螺丝都取下来，泡沫胶给他铲了卸下来。卸下来之后呢怎么办？把旁边的胶条拿下来，玻璃给他脆了因为那个时候玻璃没别的办法，它已经固定住了，胶条拿下来那个玻璃也不太好处理的情况下，因为它不像现在的工艺，现在的工艺玻璃可以拿下来，当年的工艺玻璃拿不下来，玻璃给它脆了，脆完了之后把玻璃碴清理干净啊，把毛条什么东西都拿下来量，量完了之后给了它个 5% 的损耗。因为当时那个玻璃四角这个地方它对碴了，所以这个是有一定损耗的，我们就综合给了它 5% 的损耗，测算出来了一个理论性的值，然后就以这个值进定额。整体测算过程，你说十年前谁能想到全过程记录，人家就能想得到，人旁边拿着手机给你拍，全程给你拍下来你是怎么做的。然后这个项目经过了几轮复审，大家知道吗？八轮。前段时间现任审计还在那搞了一轮的啊，因为是医院的项目，医院的项目大家应该都知道都不是怎么干净的，对吧？哎，那再不怎么干净，它应该是它的那个材料价格可能会有一定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整个造价而言，我们的操作程序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当时给的那个消耗量可以说在当年同类工程里头是个天量，但是没有谁任何一个人省下来，没有任何人能省得下来，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的那个记录做的简直太 OK 了，太完美了。我们把整个记录过程我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完美的呈现出来。所以你说造价到底是在干什么？它是在识图算量吗？这只是最基本的工作。识图算量到了一定程度，你就要开始解决跟人打交道的问题了。跟人打交道到了一定阶段之后，你就开始解决什么？处理问题手高手低的能力了。那为什么有的律师啊就那么的吃香，他可以把死人判成无罪是吧，该枪毙的人判成什么判个八年九年的，他为什么那么吃香啊？你不能说他不要脸，你只能说人家水平高是吧。哎，如果你要有他那水平是吧，哎，我也可以撑起不要脸这个词儿，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造价是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事情取决于你怎么做，这是非常重要的。接着措施，措施工程这个点提到这儿，我又想给大家举个实际的例子啊，举哪个？众所周知，综合脚手架措施项目分单价措施、总价措施吗？总价措施没什么好想的，总价措施它就是我们以基成率，这都是各省费用定额规定的明明白白的，这也没啥操作空间啊。但是单价措施项目费那不一样，尤其是那些不是很明显的单价措施项目费，你模板就属于很明显的一个萝卜一个坑，那就只能把混凝土接触面积算出来，它也没啥操作空间。但综合脚手架，这我就得跟大家说明白了。大家知道综合脚手架它为什么能叫综合脚手架吗？啊，
邹个角角家是在这个房子搭建之前卡卡的外围钢管一搭，防护网一围啊，小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竹瘪子那玩意儿叫什么来着，你们搞施工的可以跟我说一下那玩意儿叫什么玩意儿，现在不用了啊，我们都用安全网了，但以前是用那玩意儿一搭是吧，搭完了之后我这综合脚手架只要我这房子装上装修没做完之前全得用它，而且综合脚手架房子高到一定程度理论上咱们都是用塔吊，后期装上装修用不着塔吊的时候咱也会去撤卷扬机对不对，或者施工电梯，那么之所以能叫综合脚手架就是因为硬防护是吗，哎对对竹木脚手板，对对对竹木脚手板，哎呦我的妈还是得你们啊，竹木脚手板，对就那个东西啊，哎就那个东西还是得你们啊，所以孙老师也有不知道的东西，这跟大家明说的，不是谦虚，没有人是神什么都知道是吧，我对施工那一套你看我肤白貌美吗这个牛啊，你看我这个色儿啊，我就不是天天下工地的人，所以这东西我不知道很正常啊，就跟大家说一下，不是露怯，我也不怕这事儿啊。好嘞，综合脚手架之所以能叫综合，它到底综合到哪一步呢，嗯，结构它用了吧，装饰它用了吧，我湖北省的定格现在是把这事儿解决了，但是还有很多省它没解决，早些年我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它也没解决，怎么办，来听清，有两家施工单位共同干一栋楼，这两家施工单位是怎么分的，土建结构主体是一家干的，接着安装施工主体包括设备安装加上后期的装饰装修是一家，中标的时候就是两家，当年标不是我们编的，但是项目是我们跟踪和审计的啊。编标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考虑到综合脚手架分的问题，他们编就是编了两个标，首先在土建结构主体这个地方给人家了按照建筑面积全套给了一遍综合脚手架，然后你到了人家安装工程那一块包括装饰装修，这不是一家吗，安装和装饰装修进一起，安装没啥脚手架，主要那装饰装修他又给人家算了一套综合脚手架，这是属于什么前期清单投标的过程当中编标人就这么编的，而施工单位一看哟这不就这么投了就得了吗，然后他就中了，那边标的屁股一拍走了，结算我来处理这事儿。那你说这事儿咋整呢，咱行思一下啊。首先综合脚手架它是针对于这栋楼来说的。你看那定额嘛，啊不是你看那个说明嘛，说的都很清楚。它包含什么，它包含了结构装修，没有特殊情况不再计算单向脚手架的。所以能不能给土建主体结构算一轮子，然后再给那安装和装饰装修算一轮子，能不能，那必须不能啊，你就得减。那现在施工单位不干了，施工单位说我标都中了你现在要减我的，那你怎么减我的呢，那我就问他，首先你搭了吗，啊，我们就先问那个结构主体的，你搭了吗，他说我搭了，啊，我说你搭完了之后你自己撤场的时候你拆了吗，他说我没拆，我租给那个做装修的了，我说好我明白了，接着我再去问那做装修的，我说脚手架你搭了吗，他说嗯我没搭，我说那你做装修的时候那你那防护脚手架哪来的，我花钱从主体那儿买的，我说好我明白了，说明啥，他俩口径对上了，这首先没什么太大问题对吧，那现在的问题就来了，你作为造价工程师你搅磨着对你而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两遍是绝对不可能算的，那我得摊，我怎么摊，八二分怎么分出来的，计入总承包服务费，他俩不存在总承包和分包的关系，他俩是平行发承包，俩人各中各的标，没有总承包一说，八二分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总承包服务费是不成立的，因为它没有总承包的概念的，总承包是近几年才产生的概念啊，早些年那有啊，早些年好乱的嘛，啊，
就是比例的问题。所以当年我们这个比例啊很尴尬，为什么很尴尬呢？咱们露娜同学说按产值比例来分，你别忘了，你得看看这是什么项目，你们别小瞧安装啊。很多人都以为大土建小安装，我们说的是从业人数，正儿八经如果安装没有特殊的东西，不用说土建一栋楼安装就是它零头，可能连零头都算不上，我土建如果是大几千万，安装一两百万都顶破天了。但是那个项目是个医院，它有大型设备，大型设备随便一台上百万，几台设备就干过了你土建总体价值。那时候我们就提出把设备刨出去再来分产值，他不是说不干，凭什么呀，我中标的就是安装工程设备工程，凭什么把我设备刨出去啊，人家不干。这个事情当时很尴尬的啊，很尴尬的。当年湖北省是没有任何文件出台的，不像现在，现在你们查的那定额它是有规定的，等会我们讲到那还能看到那规定啊。现在当年你都别指望。后来你们猜我们是怎么干的啊？理论上综合脚手架包括垂直运输这些东西，尤其你像综合脚手架，综合脚手架这个货呀，它是只能按建筑面积来，对吧？那你别忘了垂直运输新单开了口子的，新单既可以按照建筑面积来，它也可以按照施工日历填出，合理就成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折中一下，咱也不给你说是按产值，因为我没法分。安装有大型设备的时候，它那产值根本没法分，包括公司给你算提成都是同样的道理，包括公司给我们算造价提成的过程当中，你项目预留的暂列金凭什么给你算你的产值提成啊，都要扣掉以后再乘百分之多少给你拿提成的，那你不能说人家资本家不要脸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什么呢，你并未对此付出大额的劳动，故而产值占比又过高，不能算在你的这个产值里面，所以不能给你用这个算提成，倒是也是正常的啊。那这个咱们要理解它，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你这个脚手架质量的好坏，包括你的垂直运输，对吧，在一定程度上跟你什么东西有关系啊，施工工期有关系。你施工工期全部结束，你肯定是要拆的。所以干脆我们就查的施工日志啊，你的那个主体工程干了多少天，哎，然后你那装修设备工程你干了多少天，然后设备工程尤其前期的安装只是预埋，不能按整天算，慢慢的扒完了之后，我们大概给了个比例，多大的比例啊，八点几到一点几的比例，还跟我们圆圆测算的那个差不多啊，还跟我们那我看啊，对，还跟我们圆圆测算的八比二差不多，就大概是在这个比例上头，是我们用天数扒出来的。所以像这些东西不会是说它有什么定义，而是说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想到这个事儿哟，你们公司战略金没扣啊，哎，你们老板不是很明白啊，我们公司每回发那个控制价提成的时候，我说哟这比例不对呀，因为我还开发票你知道吗，我知道他这个项目收回来多少钱，我说这比例不对呀，然后他们就说怎么不对呀，那把你战略金扣了呀，我说得就这么地吧啊，他战略金都不给的啊，战略金都不给啊，行吧要是哪一个公司战略金还给你们，说明这老板啊还行，要么他没反应过来啊。好了，那么我们把我们前面能跟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就跟大家介绍完成了啊。相应而言听起来挺有意思，毕竟这是实操嘛啊。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进入到第一个防水工程的计量规则和案例了。防水工程，那现在看看它都有什么样的项目，防水工程走两步，柔性防水、刚性防水，柔性防水再走两步，涂抹防水、卷材防水。涂抹防水不用说了，乳胶漆怎么施工它就类似于施工，卷材防水墙布怎么施工它就类似施工，只不过无论是我们的卷材还是我们的涂抹，上来走两步，一个是高聚物改性沥青，一个是合成高分子。高聚物改性沥青也就是说在我们沥青里头加入一部分的高分子材料进行改性，但是加的比例非常低，而合成高分子就不是了，
合成高分子，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叫科技狠活啊！一通操作猛如虎，桃汁就出来了。你会发现里面的配料表跟桃子没啥事儿，但是喝起来如桃子一般鲜甜。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科技与狠活。所以我们的合成高分子在以前就是属于科技和狠活，它能够在里面加入很多种东西，让你耐久、耐细菌、不长小蘑菇、不生青苔。所以它们两个的区别显而易见，价格的区别，科技与狠活倍儿贵，你信不信？是吧？榨一杯橙子汁儿，理论上它的价值就俩橙子的价值，你买一杯橙子汁儿那得20，我就不信俩橙子能有20。所以你会发现合成高分子在我们市面上进行购买非常贵的。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种材料贴壁锭？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材料？有没有？这是材料的名字啊。有没有？说明这个材料还是有一定的地域性。那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叫卓宝？德高呢？德高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德高的防水应该是普及度比较高的啊，卓宝我估计大家听说的少啊。贴壁那个卓宝听过是吗？德高应该是普及度非常高的啊，这就要给大家再进行一个扩展实际的案例了，也让我们知道了。大家都知道，图纸设计，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清单描述，能不能出现品牌？不能，绝对不能出现品牌啊！露娜，你是哪个省的？给我留个言啊！我们都知道清单啊，包括图纸设计是绝对不能出现品牌的。但是现在想必大家也知道，自媒体的尽头是什么？是带货，对吧？哎，你就看你朋友圈是吧？本来好好的分享几个什么跳广场舞的小视频啊，过两天他就开始卖扇子了，卖那广场舞的扇子了啊。那个哪个小视频里面是吧，分享几个造价小技巧啊，你就看过几天这要么是给机构带货，他要么就是给他自己带货啊，带他开始培训什么什么玩意儿。所以自媒体的端头是带货，但是呢这都 out 了。十几年前人家设计院就开始带货了。带什么货呢？设计院在那个里面啊，哎，咱也不点名咱也不道姓，咱就举一个例子啊，设计院他们就开始带货了。他们带，他们是不敢明目张胆的带的，不敢在这个里头出现品牌的名字，但是他可以下这个东西，这个材料叫贴壁锭。你说正常的啊，高级物改性沥青，那不叫 APP， 要不就叫 SBS， 要不你给我说个明白点的大话，就叫高级物改性沥青。我叫什么？我叫贴壁锭。然后这些施工单位拿到它很懵啊，这贴壁锭是个嘛呀？那我不得百度一下。一百度，贴壁锭卓宝旗下唯一专利性产品，只有他家有贴壁锭，别人家都没有啊。好家伙，那一段时间风靡全地区啊，哎呀，赚老鼻子钱了。询价，当年的 SBS 防水卷材在我们这儿还47的时候，它就多少？167。哟，这小价意义的让人怎么行子呢？是不是？哎妈呀，所以说现在那帮带货的都是弟弟，当年那设计院也是把我们震一跟头。后来我们就知道，一个他，一个 MAC， 都是他旗下的啊专利性品牌，这是他有，别人没有，价格齁老贵了啊！最后才没敢这么搞的啊，没后来几年建筑市场逐渐规范了，早些年你们都不知道这个行业，那是巅峰啊，那真是巅峰啊！随便一个刚出市场的，就是刚出造价学校的啊，广联达差不多的十几万，那时候别人大多数工资还3-5千的时候，他当年能拿十几万，
那什么概念？刚出学校第一二年啊，你现在好多造价师都怕不是只能拿这个钱了啊！那在当年，你说这个行业，你说有多乱，是吧？哎，再稍微会吃吃喝喝玩点回扣的，那不得了。当然，这东西不支持啊。那你不能说一边呀，老板舍不得，一边口袋撑过去，那你说这叫啥玩意儿啊，是吧？哎，所以这东西，咱只是举个反面教材，不能干啊。但是当年他们确实都是这么干的。好家伙，那他不是连个零头，我觉得都高了，167吗？那定价，你搁着全国查，统一价，没办法啊，没办法。好，后来呢？后来几个品牌把它干掉了啊，那不允许这么干嘛？一，政府不允许这么干；二，后来几个品牌把它干掉了，干掉就没这事儿了，是吧？现在最常见的应该是德高这个牌子应该还是不错的，还有个叫雨虹啊，雨虹价格都不贵。而这些价格比较透明，而且你就算不是品牌也差不多都是这个材料啊。哎，听说过丙纶没有啊？丙纶这个材料家里面装修应该见过吧，公建项目很少用到丙纶啊，但是家里面厕所卫生间打底子的那边防水应该大多数还是丙纶。丙纶呢分两种，它就跟那个怎么说呢，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无纺布，它比那个无纺布上面就像有气孔一样毛毛扎扎的那个东西啊，这个图上没有，大家可以去百度搜一下那个丙纶啊，它分两个色，绿颜色的和灰颜色的，理论上大家可以摸一下啊，就跟那个毛毡差不多啊，就是那个做手工那个毛毡它差不多，但是它不是它不是那种透的毛毡啊，它是有点像什么东西呢，那个例子不太举出来不太文雅，我就不太好举啊。就是那个，就那个丙纶，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它是一种毛毛扎扎的塑料布啊，毛毛扎扎的塑料布啊。它是那个比较便宜啊，材料价也就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按卷买的啊。这个东西呢，也是一种防水剪裁，但是它既不属于高聚物改性沥青，它也不属于合成高分子，价格非常贵。你就不说别的，我拿个塑料布来，能不能防水？照样也能防水，它也。不属于高聚物改性沥青，也不属于合成高分子，所以书上是这么说的，实际大家眼界子要宽啊。如果我合出来了，我们家就没有防水剪裁了，我拿一塑料布防水怎么地，那还不照样吗，对吧？哎，那你就不能说是啊，这玩意儿我套不了，哎，这该套还是要套的啊。对，东方雨虹，雨虹全称叫东方雨虹，是的，它类似土工布，但它不是土工布啊，土工布是有格格子的，这个丙纶是密封的。这个例子不太好举啊，那毕竟是吧，这个我们网校还是比较注重那个什么口碑的，就是反正大家百度一下吧，那玩意儿一见你也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啊。好，接着我们再来看涂抹防水。涂抹防水相应而言就没有办法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了。你说老师，我用融化的树脂不行，高温流淌，低温淬炼。故而涂抹防水理论上要么就是聚氨酯、氯丁橡胶、 FBS 改性沥青，为啥？因为这里面都是加入了一部分的合成材料，让你在涂刷的过程当中能够做到高温不流淌、低温不淬炼。这个涂抹防水挺有点意思的啊，像女性用的一种面膜，啥面膜呢？涂上去是稀稀糊糊的，时间长了撕下来是一个整线，它是具有一定韧性的，涂上去的时候是涂膜，撕下来的时候就成卷材了啊。它有啥好处？我卷材防水包细节不行，我涂抹防水上去给你涂的明明白白的啊，而且想涂几层涂几层。这个涂抹防水啊，面上是要做砂浆保护层的，砂浆保护层做完赶紧做面层，不然砂浆保护层它会裂，太阳晒一天它就得裂啊。所以它的那个施工啊，一定要跟我们的装饰装修进行搭接，地面上做完涂抹防水了之后，一旦干了，上面马上做保护层，保护层做完马上做装饰装修，不能等它保护层完全干透，干透一到两天的时间它就干裂了。好，再接下来刚性防水的，现在房建项目是不让用刚性防水的，那刚性防水唯一的好处价低，除此之外全是缺点啊，稍微震动震动怎么地，它碎了，
缝嘛，有缝嘛。那你一旦有缝，你漏水呀、啊，对吧？所以刚硬防水这东西不让他用，它除了价低之外，它没有其余的好处，或者什么呢？或者你可以在柔性防水卷材呀、涂膜啊上下再做个刚性防水，你可以做附加防水，你不能作为主防水啊。好，哟，这时间过得太快了，这一个小时感觉没咋讲啊，这个，对吧？是吧？这个造价很有意思啊，这时间过太快了，行不行？休息十分钟啊，我们再接着回来啊，再接着回来，一次性给大家干到12点。